干戈的伤口正快速愈合。唐三，穿越双倍海神之光，考验通过。面临危境而不放弃伙伴，面临绝境却壮士断腕，果决坚毅而不失睿智。第一考结束，海神亲和度增加5%。小五，不离不弃，为了爱人能牺牲自己。海神一考完成，奖励开始叠加。太好了，你们真棒。三哥，小三，小五，刚才说的叠加奖励是什么？待唐三彻底完成海神九考后，答案自会揭晓。恭喜你们通过第一考，但更加艰难的考核还在后面，永远不要忘记团队的重要性。是，朱竹清、宁荣荣，我现在赐予你们一枚神思魂环。前辈，我能否请教您两个问题？这神思魂环究竟是您的力量，还是海神的力量？当然是海神大人的力量，这是神迹。每当出现一名黑级考核者时，海神大人才会赐予一个神赐魂环的机会。多谢前辈。另外请问，海神亲和度是什么？这个我无法为你解答。不过并非你完成了海神九考就能拥有100%的海神亲和度，而100%的亲和度是海神岛所有人的期待。100%我能做到吗？继续努力吧，我相信你会成功。哦，第一考总算结束了，累死了。大家都辛苦了，现在好好休息一下吧。